前不久，沈梦辰在微博晒出与刘雯的合影，和超模大表姐一般高的沈梦辰引发网友质疑，有很多人吐槽，竟然把自己 P 的比超模刘雯还高，腿还长，甚至有人指责沈梦辰是心机座，自以为是好玩。网友在微博上传一张疑似沈梦辰微信朋友圈的截图，疑似沈梦辰在朋友圈中写道：“我欣赏每一位比我努力、比我出色的人，无论是艺人还是身边的好友。感谢大表姐特意压低重心，将身体摆成 S 型来迁就我们，也谢谢大家关心我们。拍摄有角度，偏见是元凶。”网友纷纷留言道：“可能真的是拍摄角度，有时候我的照片看起来也是和高个的朋友差不多高。”刘雯好贴心哦。也有人继续质疑称：“怎么可能是角度问题？怎么摆造型能矮10公分？好好奇是什么拍摄角度这么厉害？”